荒毒道脉图解，五星为天图。五星者，水一火二木三金四，图之精华也。水星天，辅日与金星天相似。金星天其行与天度略同，有福流顺逆之不齐。先日而出谓之启明，后日而现谓之长庚。火星天日移一宫，第365日四分之一，与恒星天复会于初，起之度谓之一岁。木星天其行12日，不及恒星天一度。2月11宫，2年1周天。土星天其行28日，不及恒星天一度。28月1宫，28年1周天。天有五行之气，地有五行之职，在天曰星，在地曰行。那土中为土星天，又为金星天，木星天上为火星天，下为水星天。太易生水星，即辰星天也。太初生火星，即寅感仙也。太迟生木星，即岁星天也。太树生金星，即太白天也。太极生土星，即震星天也。